陈伟明安，陈伟明安，Hello，没有，刚才因为对面有古川，古川本来就是稍微比较快，他有机会守到两个，请帮我好不好？抢我们下，刚才我们，哎呦，来哦，古川杀手，我直接请出古川杀手 ，BJ 四，看好最后一场，最后一场，古川杀手，哎，我笑到好像喉咙好痛。好吧，我们现在有300双眼睛看着你，古川杀手表演，好不好？好吧，聊天室，如果觉得陈浩这场可以很秀的，帮我打个7；如果觉得陈浩这场秀不起来的，帮我打个5，好不好？我们看一下，五是三，我们看一下这个人数，我就不懂五是三小，好不好？我会帮你们转达给陈浩，干第一个出现五五了，张浩。张成浩，哎、欸，有一个人叫张成浩，他说看你们是不懂哦。看我看你的观众他妈是不懂哦。第二个五，第三个五，第四个五，有一个七了，有一个七了。我本来以为我要算有几个五而已，结果我现在是要反过来算有几个七耶。哎、欸，现在聊天整排都是五，整排魔功一来啦。看整排只有一个七，只有一个七。魔功一来了啦，这样不要太那个啦。靠北，我怎么那个了？七跳太早。不要那么多借口，守好好不好？守好这个，守好这个啊！哇，控位大师，真的不是我守了，好不好？你哥真的是控位大师啊！不是啊，我就跟你说，我没电，那个手机会……哎、欸，没电！看你你啊，聊天室全部都五嘞，只有一个七啊，兄弟啊！你看你的魔工艺啊，魔道啊，魔道聊天室会害怕、啊。能不能磨一颗？能不能磨一颗啦？出手啦！好球，好球！不是流川要随时随时 standby 保持接球的那个状态。好悲哦！我在一片五海里面找到两个七啊！不是魔工艺就来了啦！你是不是在求控位？控位给你看，没关系，进就好。哎呦哎呦，这风向有在改哦，风向有在改哦。魔工艺来啦！风向有没有在改？没有，现在还是只有两个七。欸、不是干、啊，我要把他补那个啦哦，魔工艺啊，控位大师，控位大师来的，干我要把你补、哦、三个七，三个七，有三个七了，你信不信这球控位？我不信啊、哦，你怎么跳？我是干嘛？我看到你直接输到 gay 了，把球传出去，不是他、啊，你是怕被限制配啊？严干啦，直接弹出来啦，靠，我不想进了，没弹。哦，哎、欸、看，哎、欸，我们晴子对你很好哎、欸，晴子是777耶、欸，还有一个叫洋洋的，哎呦，好像女生都给你七哦、喔，女性观众比较和平哦、喔。啊，这球是什么位？你要跟我讲哦、喔。不是，靠，他就没跌倒哈。不是，你要先预告啊，你要先预演啊。预演什么？我干，我跟你讲，下一球一定空位。没有啊，就看他位置。我倒，小心哦、喔，后仰哦、喔，后仰哦、喔，另一侧，另一侧哦、喔。飞起来了，雪靴、哦。好球，好球。飞起来了，雪靴、哦。飞起来了，雪靴。这怎么倒啊？不懂啊！我靠边、啊啊，靠背啊！飞起来了，断了、啊！雪雪，反正我是不可能被他盖到任何球、啊。观众比较诚实。这古川不跳，我是什么意思？磨古川吧！看这古川，我就问他为什么一直不跳？靠背、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都没显示、欸？哎，结果没进。我以为有进，所以我没有抢第二颗啊。我傻眼了，干啦，篮板啦！啊，被卡住了，没办法，我的锅，我干，刚才那没有，刚才那一颗连补，他没显示，我以为进了，傻小。蘑菇砖，靠边！哇，蘑菇砖，蘑菇砖，这没办法，是被他丢大招啦。哼，是不是啊？我是不是帮你捡起来了？是不是背后男人啊？从篮下跑过来、啊，有没有碰一下拳的？哈、啊，有没有？球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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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球啦！但我那一球本来是可以控位的，小心另一侧哦，另一侧。哎呦，哎呦，球球球球球！这二段没办法，我哥都习惯盖一段了，他不习惯，他不小心都会盖一段。古川，你是不是要不倒啦？那不倒啦！我以为你要讲古川，古川你是不懂哦。靠，我别是傻小，你这往后他怎么会倒啦？不一定啊，往后也是有机会倒的啊。啊，倒了你也没办法，倒了你也没办法。我赶快开他招啊！靠北，然后爬起来盖你、哎，下去哦 ，Come on， 雪雪，
谢谢仙道送球，仙道是观众吧？学学 ，Come on！ 哦，哎、欸，没进啊！我就反正太阳都敢投、啊，我是一球都不会被他盖到了，不用担心啊！啊，有了他刚被盖球，不是啊，你那个他开大招没法，我那球是原本是空位，公益单吃到底有什么好骄傲的？不是啊，公益就是古川克星，就是、只是他古川没倒，不知道什么啊。没有，你就是位移啊！啊，有位有倒你在投啊，没倒你就传球啊，就这样而已啊。所以古川克星嘛，啊，你有时候会突然拔起来，就这样啊，就这样啊，就这样而已啊，干你你还到底有什么好骄傲的？那是不是妈的赢了嘛？那赢球就好啦，魔高义很魔，哎呦哎呦，篮板篮板篮板，这不错，奥跳快了，哦、靠背好吗？魔高义，干他！那个花型被我干扰了，他看到我跳，他也跳，笑死！ Bang！ Bang！ 没被盖就是好球，有有有，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有人帮你讲一句公道话，没被盖就是好球。靠，表什么叫没被盖就是好球？啊，这二段能得分才叫好球啦，你腰准水准也太低了吧？靠腰，人家挺你，你还直接嘴耶？不是，我没有嘴，我是说我们要不能，就是你知道，你就带坏观众，一直说什么能顶出去就好球。我们玩三分要进才是好球啊，没进都是空谈啊，没进都只是浪费球权而已、啊。他想要后仰，他想要后，哦，被骗，他不可能用那一招啦，他不可能。哎、欸，也是有可能，没关系啊。魔工艺，你要顶的时候，这球一定会被盖哦。你看人家跳了，水啊！我不会被盖啊！哎呦干！不要用干！你要吓死我！每次那个脸一吸，我就觉得看心脏都抖了一下，有那种坐海小时候坐海盗船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快！哦，好球，好球！会抖一下。天勾眼杆，谢谢。靠边，这样还可以进。你知道吗？你坐海盗船的时候，你会不会缩一下？会啊，就下来会上去的时候会有点心脏离开地球表面。对啊，干！每次那个脸补一补到，我就会直接缩一下，我的球就会缩一下。这球到底？这球会不会盖了？哇！给他一个大招机会，干！我靠！干！最后这一颗，要送他一个盖我的机会，他没把握住啊！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！这一颗，最后这一颗七七七七七，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最后颗，哎、欸，我这一颗不得不我其实可以一瞬间就出手、欸，我还故意等他、欸，我给他机会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！你这场我帮你捡金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是魔功，这场我觉得你打的可以。我就跟你讲，这是魔功，你不相信、啊？我会顺便帮你把聊天室捡进去，好不好？聊天室一堆都说你是啊五五的，啊现在哎、欸、你打完现在开始狂刷七耶七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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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七，是我公益跟他就是很猛啊，我就是他单挑之王啊。现在打完直接七七七，看太好笑，转风向。